你即摆是啥物意思？我想要去祭拜爸，叫我管理员竟然甲我讲，你有交代，袂当我怀入去。即摆是安怎？我是爸的先生后生，是陈家的姑娘，你凭啥物安尼做？啊！你是有啥物资格做阮陈家的子孙啊？所以你当然袂当拜祖先啊！我已经甲爸相认啊，你凭啥物我怀入去啊？ 明理做出害你坐伤害病医的代志，明理母娘就准来念遐声。丹总和病医，是准来真无简单才嫁入的，结果你煞安尼为非三从，你有啥物资格做陈家子孙啊？我就知影，林清远的话会当做个病医当首长兼院长，所以你就想尽办法找我的麻烦。我警告你啊，你无证据，上好是莫有话讲话哦。 阿刚有说我真生气啊，还是讲你生气啊？真正有做亏心事，真正是王贵俊啊！这利用心要栽培你，这就是你布袋爷方式。这种伤天害理、违法的代志，你也敢做？你安尼是要哪对会去俊啊？竟然敢搞有迄个面，想要拜陈家的祖先哦！林波囝，自以前到即马，就处处咧针对我，无甲我当作是陈家的人。 今嘛竟然搁凊彩拦截罪名，你想要甲我赶走？你放心，我是无可能甲病院交予恁的。喂，哦，我知影，我连面就过去。 我甲你讲啊，就算讲恁无爱华丽去公妈听，啊，不过我是陈家的子孙，这拢是无法度改变的事实。哼。妈，啊，拄则是讲着毛辉代志，伊的反应就遮尔激烈，我伫想，伊真正甲毛辉有牵连，也毋过若真正是安尼。 到时阵病人名声一定受到影响的。我今日找恁过来啊，最主要是要甲你讲，即摆外面当伫咧传毛衣即件代志。海哥，我毋是甲你讲一定爱较细腻咧，啊，你若有即件代志想到做，即摆连摇头嘛知影讲即件代志甲咱三个有关系。 摇头啊！即摆有惊讲掠去，万一伊甲咱三个拢惊出来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二万的放心啦，即个摇头有真侪长头家，我遮相信伊敢出得袂来。现倒是即个王公，毋知是倒一个布袋啊，甲伊讲的消息，连我甲摇头啊伫咧倒位之前，伊拢一清二楚，过来闹场，抢走咱所有的汇款。 这个人我一定要甲伊找出来，而且我保证，伊绝对看无明仔载日头。陈家辉，你敢知影这个人是啥？我敢那是负责提供毛辉，其他的我什么都唔知影。这个生意拄开始要找你的时阵，问题上侪就是你意见上侪嘛是你，所以我即马感觉这人嘛有可能就是你。讲，是不是你去甲王公明讲的？ 哎，你莫冤枉我，我甲王公明是冤仇人，我哪有可能讲予伊知影？而且这件代志，我已经甲你讲，袂当有其他人知影。你竟然讲予摇头，知影我哪会讲的？即摆出代志啊，一定是摇头了。我讲毋是，都毋是。好啊好啊，恁两个莫阁冤啊，先坐落来，坐落来啦。 即马上届重要的是处理问题，毋是叫我坐迄只看恁两个伫咧冤家。二万，即马上大的问题就是靠王公明。即马外面的风声真难啊，警方当伫咧查即件代志，所以即马毋是处理王公明的时阵。海哥啊，我感觉你也是先离开台湾，逃多出去，避一下风头。 还未找到王公明甲布袋仔证人，
我哪位拢不爱去。海哥，议员拢已经讲啊，即马警察当咧调查一件代志，你是黑社会啊，你去。警察一定会头前先为你这边开始查，而且很公平，嘛无可能正干那有准拄煞的。你若是阁继续留落来，安尼还得管议员。你想要搞害死先？啊，无这件代志，就安尼准拄好。哎，海哥啊，王国明的代志，我一定会替你交代。你即马上界重要就是保护你家己，你先出去拼一粒风头，后面的代志我会替你安排好势。好啊，既然议员安尼讲啊，我就先出去拼一下。啊，不过我跟你讲，这个人我一定会甲找出来，我一定的。哎，好啦好啦，我知影啦，你继续准备一下，看安怎，我会甲你联络。妈，你是在想啥？啊，丽芬啊，我是在考虑讲，是不是和你阿哥搁转来当中发病院啊？有一个正当的头路，伊嘛才有法度重新搁振作起来啊。妈，啊，之前甲陈家辉过完结甲这么亲，陈家辉要哪有可能和伊搁转来病院上班啊？啊，搁再讲啊。迄天伊回来吃饭的时阵，伊嘛有讲啊，伊讲伊袂阁来麻烦咱啊，所以回转来病院上班这件代志，你都莫阁想啊啦。伊是不是愿意回来？上主要是看咱的态度呢。咱若是唔肯原谅伊，唔肯接受伊，就算讲有迄个心，伊嘛唔敢开嘴啊。妈。阿姑这阵啊，确实是改变真多。嫌过这么短的时间，伊敢真正就会当改邪归正啊？啊，你即马看伊变到这么凄惨落魄，你就真正要忍心原谅伊啊？啊，不过伊讲伊的态度，真正是足辛苦的啊。是，伊的态度确实是足辛苦的。嫌过你敢真正拢放袂记啊？过去伊为着伊家己的利益。是安怎伤害咱的？妈，你袂当因为伊即马变到遮尼可怜，你就要重新接受伊。啊，万不伊，伊即届回来是想要害咱的嘞。丽芬，不管安怎讲，伊嘛是你的阿姑啊。妈，我真正嘛无想要一直讲阿姑的歹话。也毋过你家己老实讲，伊过去对待咱的方式，够参像一家伙啊。经过遐尼侪代志，我真正无法度原谅伊啊。所以我希望你莫让伊有机会，搁转来病院，搁来影响咱的生活，好无？不过迄拢是过去的代志，即马无同款啊。过去伊有病院的股份，所以伊想尽办法想要为病院才得到利益。不过即马已经一无所有啊，伊是要搁做啥哈？伊是我唯一的小弟，我想要给伊一个稳定的生活，安尼嘛无唔对啊。丽芬，妈知你咧顾虑啥物，但我真正感觉，即个伊是真心想要悔改啊。就亲像有次啊，之前伊嘛捌做唔对代志，啊，不过伊真心悔改，咱唔才会原谅伊。你是安怎唔肯给公民一个机会？敢袂当徛伫我的立场，小替我想一个哈？妈，阿你安尼讲，我嘛可能会当尊重你啊。遐毋过，我坦白讲啦，友情的代志甲阿姑的代志，遐真正是无法度比的。友情为着伊家己所犯的错误，伊有付出代价呢。遐毋过阿姑无啊。其实迄天你要找阿姑转来食团圆饭的时阵。我就知影，你已经暗算要忍心原谅伊啊！啊，迄个时阵我无讲啥，迄是因为即马过年，
我真正无想要破坏迄个气氛。但不过拄则听你安尼讲，你若真正决定要重新接受阿哥，我嘛真正无法度阁讲啥，我嘛干来当支持你。美芬，多谢你体谅妈妈，你真正是我的乖仔仔。英安，海哥就为这边逃出去啊！你要我替你处理海哥。刚讲你唔惊，伊甲你，还阁有官员加出来，所以我就是伊嘛。你会当甲伊的嘴永远拢读起来，想袂到你心肝这么凶啊！你嘛是同款的啊。当初处理海国的代志，嘛是你找我讲，敢不是？好啊，别讲遮尔济啦。你阁需要偌济钱，我会当阁请嘛，无问题。邓家辉。当初我跟你提钱的时阵，你若是得这么阿傻哩，无拖拖刷刷，今仔日管会有这个问题，你敢会后悔？卖这么啰嗦，紧甲代志办完，他们以后阁有啥麻烦？我代志办完，你讲的话，家己爱会记。你找尤顺啊？是啊，我去找伊谈判。我讲哦，伊若是愿意跟你离婚，我同伊出钱解决恁娘家所有的经济问题。哇，伊安怎讲？敢有答应？嘿，我看起来你对尤顺真正一点感情拢无安尼，你拢袂烦恼我安尼讲，敢会去伤害到伊？啊，我嘛是想要紧把代志解决啦，感谢你愿意替我出面。唔免感谢阿姐，你阿早，伊唔答应，伊搁伫遐甲我假戏哦，讲啥物哦，伊无可能遮尔啊简单就让步。到底在坚持啥？啊，是不是你对伊讲话哦，伤歹啊？伊唔肯答应。嘿，啊，即摆是安怎？你家己无愿意出面甲恁太太去谈判，我去帮你谈判，结果迄个小妹搁走来甲我考试。唉，结果你即马伫咧遮讲我的态度无好，啊，这问者我是用什么态度啊？都怪过来找我的人个啊！好好好，是我讲唔对话，你莫生气。哦，我嘛是为着咱两个人会公平正大做伙嘛。啊，唔是拢是你，你一开始拢是讲都袂变个安尼啊。即马个代志愈加遮尼啊复杂，遮尼啊麻烦，结果咧，你伫咧房间内底怪东怪西。你阁真有出团哈！你敢需要安尼骂我哈？安尼我是要安慰你啦。袂晓安慰就莫讲话啦。我无想要跟你讲话，来做 SPA。请问你是方嘉怡小姐？是啊，请问你是 ？Lisa， 你来这从啥？我小哥叫人欺负，我专工走一家，要替伊出一口气啊！哦，原来是有纯的李嫂，动作阁真紧，随去后头就甲人斗。啊，即嘛安怎？你来替伊敲代志哦？歹势啦，毋是友顺甲我讲的，是小美伊讲的。友顺才无参详伊个无路用红事，遮尔啊惊代志，敢若会晓秘伫后壁，拢毋敢去啦。我不管是啥物人甲你讲的，阮家无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若毋是专工要替友顺来讨一个公道，我嘛无稀罕走来遮。恁两个人，一个是想要过好日子，甘愿去放舍着家己的母囝，啊，规个头壳拢伫咧想讲要安怎做美国囝婿负心汉。啊，若是另外一个，就是爱听甜言蜜语，用家己的金钱去收买着家己的爱情。千金小姐，哎，
若讲到恁两个人吼，我实在感觉恁的人生实在足悲哀的。这是阮的人生，明仔过是阮欢喜，才无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方嘉怡，你敢唔知影，用金钱所买爱情是无可能得到幸福的，尤其是把钱浪费在一款无值得爱的无人身躯顶。你这么好呀，这么有钱，你想怎么拿来做慈善事业？安尼对你的人生来讲嘛较有意义啊。听起来，你的人生敢那都过甲真有意义哦。在我看起哦，恁遇到都是一场失败，才互相安慰。煞唔知影恁是家有存甲精神，还是离婚了无人投资恁的公司？多谢你的提醒啊！啊，若是讲到钱，我要甲你讲，你用钱买这查甫人哦，伊还佫欠阮 U 套几落千万啊！啊，唔知伊甲你讲无？伊敢甲你报销？阿佳怡。哎，一件代志哦，我家己处理，你免烦恼。借问一下，你是要怎处理？你逐天住伫遮尔啊高级饭店，逐天过到遮尔啊欢喜，遮尔啊爽快，你靠的都是这有钱小姐。你是唔通袂记的呢？你台湾业界，你梁金城三个字的名声，已经臭到无人想要我。你外口人也是讲到梁金城，拢会认为伊是一个欠少济钱，而且佫把债务交予太太去处理，啊，家己煞比伫美国拢唔敢出来，臭死啦！好啊啦，较站直的，讲啊五四三，赶快出去。心灵啊吼，我看哦，伊就是贪着这方家怡因兜好也有钱，所以你唔只唔肯离开。正芳啊，你是我甚物人啊？我敢有需要甲你解释？你是无需要甲我解释啦，你是不是已经叫人骂到一点仔感觉拢无？啊，若是这位小姐吼，都是因为狐狸精已经做甲真惯势啊啦。嘿，你是讲什么人狐狸精啊？啊？好，你再甲我讲一届，你有胆你再甲我讲一届，什么狐狸精？好，咱卖甲伊冤啦。喂，人拢已经亲门打狐狸精，甲我呛声啊！你搁叫我卖甲伊讲，你有顾虑过我的感受无？王嘉怡，看起来这查甫人一点仔拢无伫咧珍惜你，莫怪啊！你敢知影伊排第几个？伫幼孙进前，梁金城伊进前还阁是大宝呢。啊，若照辈分来讲，你是排第三个。怪伊对你无要无紧，因为伊要找查甫人哦，是足简单的啦，凊彩哀一声，就查甫人要提钱来给伊。安娜，即摆是要往哪过去是？好啊，要学台来学啊。金城有甲我讲过，游船引导每一个人。大兄坐家，二兄做乌龟，哦，娶一个酒店小姐叫做 Lisa 小姐。我想起，你较早伫个酒店做头路的时阵，暗尾暗哦，拢轮几下番的。若是要算起，你唔知排第几吼，就问一个。真侪太太拢走去甲你讲，拜托的，莫破坏我的家庭，是。我当初是做酒店小姐，还是为着要赚钱，赚钱是为着要饲家。我阁有钱，通好去立国家的税。哪有亲像你啦？用你家己的钱，用你家己的身体去抢别人红色，甲我比，你敢有伫外国相信无？你是啥物身份啊？你安尼跟我讲话哦、喔？无唔对啦，我进前的工课是酒店小姐，遐个查甫人来我家得到温暖，啊，不过等到我家己送出门以后，就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啊。啊，不过你就无同啊，你是一狐狸精，抢别人红色，破坏别人的家庭，狐狸精，你敢想要控制伊？根本就是想要让伊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查甫人。我无看过这么嚣张的酒店小姐，啊，恁的工作唔就是陪人客饮酒、画棍，啊，搁予人食豆腐尔，讲到家己敢那偌伟大咧？袂歹，你讲足实在。啊，不过还有一项，你袂记你讲啊？什么代志啊？
酒店小姐那是比对各种玻璃，这破酒、油头章，还佮互相呛声，这是娱乐节目。那是比对各种玻璃，这破酒、油头章，还佮互相呛声，这是娱乐节目呀！你这个无水准的查某人，你！安娜，你要跟我相拍是无？我无一定拍输你哦。小花姐，好啊，来呀，来！你想要跑是无？好啊，你来啊，你试看卖啊。小妹，梁金城，你真是无路用的呢，敢若知影你伫个查某人的后壁，讲你是一个臭叔啦，根本就是伫侮辱你嘛。丽莎，你莫逼我，啊，莫想超过哦。李丽莎，你在做啥？欺负我小妹阁无够，阁是要欺负我的太太啊！我欺负伊，伊拄才用鞋仔要咬我呢。那是因为我脚无啥爽快，所以我唔才想要把鞋仔脱落来尔。紧甲你某带转去啦！会用啊！你嘛跟我走！啊，起！别碰！你是要创啥啦？起！啊！我袂跟你参详代志啊！不要碰！你别碰！这无你的代志。要找我一通电话，我人就会到。啊，免那功夫，搁爱叫尤托去饭店接我。你即马伫美国、甲台湾，拢有一个在做生意啊。这么厉害的生意人，国际贸易家呢，阮当然好好款待你啊。请坐。林杰。兄弟啊，一个做好面，一个做白面，想要跟我讲啥？你免紧张，阮今仔请你来，是想要跟你讲一挂心内话。不管安怎讲啊，你即马算是我甲尤托的袂使，
卡苏乃是会当大家坐落来冷静好好讲，就把代志解决，安尼就当避免一寡无必要的冲突啦。阿爷，你免甲这个精神哦，讲出一废话啊！刘金霞，看起来你敢那无想要解决代志，搁甲外口的查某倒来饭店，搁倒来真舒适嘛？玉姐。我这嘛心情啊，你是上了解。啊，亲情，你嘛反背家庭过，迄个时阵你一定真辛苦，啊，两边拢爱顾，所以你嘛知影感情的代志啊，不是讲断就用断的啦。你有记啥？你莫提之前我阿要做做的代志来做你借口哦，伊跟你完全无共款。我会做。既然你讲了我以前的代志，安尼我骨卡应该好好考考你。无唔对，我以前确实做唔到真侪代志。按目前情况反头来看，伫我上艰苦的时阵，顾万义陪在我身躯边，甲我做伙吃苦、做伙拍拼的人，才是上重要、上珍贵的。卡顺还是当重新开始，我绝对袂犯同款的错。我一定好好珍惜对我付出感情的人。啊，当初你是想过谈，啊，得不到家庭的支持，才去外面找温暖。啊，我的情形哦，跟你无同款，我是付钱要逼到走投无路。啊，即卖我若放弃嘉义，我就注定散吃一世人。我无想要过迄款的生活。所以即摆决定要放弃有顺啦。我是甲我的心情哦讲出来啊，无别个意思啦。你的囡仔呢？钱够比你的囡仔搁重要。你敢知影？当初我被关出来的时阵，想要看我的囡仔，想要关心伊，想要抱伊，迄是有偌困难呢？你即摆讲也真简单啊，可能想要爱钱。啊！不过等你得到一切的时阵，你才发现讲，你上重要的物件，你已经失去啊！你敢知影是啥？就是你爱的人，甲爱你的人，拢已经无伫你身躯边啊！你的囡仔又永远无可能叫你一声爸爸。其实啊，趁即马过会好个，赶紧回头啊！别个即辈不讲话。我即马无法度插遐多啊！啊，上要紧的是我未来的事业啊！你在讲啥？王杰涛，别这么冲动啊！伊哦，就要等伊家搬走，再知影听啊。今麦咱有谁讲到无暖，伊也是无多了解。金霞。今仔我甲尤托请伊来吃，是要让你知影，阮会用上宽容的态度，等你等去尤顺的身躯边。不过有人不是安尼想的啊。刘金霞，你搁会当徛伫遮好好讲话啊？算你好高命啦！我这些人上讨厌、上怨恨的，就是你这种人啦。金霞。阮阁愿意予你时间，是因为阮相信你会甲外口查某人断绝关系。我相信你应该袂予阮失望，对无？等下，余总，快走。伊看的就是要放弃有顺的，你阁这么简单就放伊走？伊叫是讲代志袂当这么简单的解决啊！即马着急要离婚的人是伊，啊，不过咱有的是时间，来当偷偷拖，偷偷磨。等伊得到伊想要伫个自由的时阵，伊就发现，其实伊早就已经失去一切啊。
海哥，会使行啊？哦，我知影。你来创啥？王光明，你哪会知我伫遮？你的冤仇人受罪了，想要对付你，唔敢来挂钱。有代志好参详，你若是想要爱钱，这些钱拢给你。正经。会用用钱解决的代志，今麦已经无法度啊！我爱是命。就凭你这个孙啊，人言气话话，非得我已经报名，你今仔日是绝对走袂去的。不过你用搬看麦，看你是用行出去，还是被人赶出去？你敢不知道我的烦恼啊？是啊，莫安尼啦，我唔是阁好好诶。什么得好好？我已经受伤安尼。我问你，你最近到底是咧创啥？是啊，伤侪啦。陈家辉甲我讲，海哥永安要逃脱出去。我哪有可能让伊走去？我就去找伊，想要制服伊，我警方会有顺利逮捕伊。谁知影还是让伊走去啊？我不是已经跟你讲啊，叫你别猜这个代志。你这嘛是连命都无要爱啊，心？是啊，我嘛跟你讲过，我袂放弃。你啥路都讲袂听啊？无怪，无怪陈家辉一直咧阻挡我。阻挡我跟你见面，伊就是惊我会阻止你去找海哥，对不？竟然趁你走投无路，就安尼利用你去替伊卖命，有够自私的啦！你跟海哥有缘，嘛是伊指使你的，对不？我去找海哥，不是陈家辉叫我去的，是我想要替家己出一口气，而且我嘛无想要让伊受到海哥影响。也唔过，因是黑道呢。万一若发生什么意外，你是要安怎？我本来是想要今仔日就予警方把海哥抓起来，不过真可惜。什么的可惜？你会平安无代志，这才是上重要的。公平。细汉的时阵，爸妈是给你疼命命。只要你若跌倒，还是去撞着，因拢会足唔甘的。即卖因若知影讲
你跟黑道有牵连，而且佫因为安尼受伤，伊一定会足艰苦的。这是我家己做得来，我无做给怨叹。怪到你安尼为着我，无顾你家己的性命，都是要替我维持丹总阿伯伊的名声，我真正足感动的。公明，过去的代志，我要快点。是不是会怪我？拢无要紧，我无错。你莫安尼无要无紧好无？你是我唯一的小弟呢。做难走以后，我受到真大的打击，我真正袂堪要搁听到你发生任何的意外。我知影你的意思了。其实我今天以来。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你会当回来丹总和朋友上班。我看得出来，你是真心的悔改啊，所以我认为讲，这是一个会当让你重新振作起来的机会啊。姐啊，我真正无法度。丹总和朋友是因为我，才沦落到今仔日这款的地步。我实在无面对你，你莫安尼讲。虽然过去你捌做唔到代志，不过只要你愿意改，我拢会用接受的。这件代志，我甲丽芬讨论过啊，伊嘛尊重我的决定，即马都等你点头啊。公明，你听阿姊的话。别让我再为你操烦了，好不好？姐啊，多谢你愿意再给我机会。不过今仔日我就忝啊，我无法度马上来，你先给我休息好不好？好啦，不如先好好休息，靠肚子。阿婆，我明仔载你来病院啊，咱再好好来讨论一下，好不好？外国人永远不惊风雨，总算回来了。一个酒店小姐应该早来我这乱，不然把我呛声还对我起脚动手。嘿，是啊，那我跟你做伙了，大家拢爱过到这尔惊吓，啊，你拢无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哦，好安心一下，好不？不，因你家的人找我麻烦，连你嘛对我发脾气。Chloe， 丽莎是一个酒店查某，你就莫甲伊计较。伊甲我破呢，我哪有可能无生气啊？好，一切都是过程。你爱忍耐，你爱知影的。我受的压力是你几落倍，我都无讲声。阿李尔泉，伊阿兄找你出去要创啥？一个做乌面啊，一个做白面，跟我讲一大堆有诶无诶大道理。你甲因啰嗦，请你这要创啥？你得直接甲伊讲，你要跟李有纯离婚。我有讲离婚的代志，啊，不过因就是无要接受。啊，不，你即摆是安怎？你是甲我讲你无法度处理这个代志，爱我出面试？无你教我，因爱我放弃你，你爱我离婚，还是归去，我两边拢放弃好啊？我听着不准，我知，我未离开你吼。啊，不过你嘛要给我时间，给我支持，别卡袂着，就对我发脾气。我哪有可能无发脾气啊？尤其是我今日才知影，李有纯是你第二个，我刚才排第三呢。啊，前两个
我是无眼讲看唔到人，啊，不过你甲因无同款。你是真心爱我，咱两个人是互相依赖。我知影，这段时间你的压力有较大，啊，不过我希望你要有耐心，爱加替我设想，莫一日甲唔甲我冤家，对咱的未来是一点仔帮助都无。可以。为着要甲你做伙啊，我得罪真侪人，我拢唔惊。你是不是跟我同款？好啦，我顾你一段时间，解决你的婚姻问题，我嘛会替你想办法。看要安怎，让李有成答应跟你离婚。多谢你，等我离婚以后，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。阿姨，咱大拢也够苦扛过啊，我看伊不是真心爱方小姐，伊是去用钱逼到啊。只是头脑无清醒，去互鬼牵去，才会做种离谱的代志啊！你想，伊敢真正会回心转意？这我唔知影，啊，不过起码甲你当希望讲，伊会感觉一个家，也阁是真重要的。我跟伊入去，多谢。阿母，你好，我叫做方佳怡。我知影，我做事恁娘家真大困扰，啊，不过我今日来是真正想要跟你诚心诚意讲，看应该做一家人。你免徛来讲啦，你也不是唔知啊，我阿姨目睭看无啊，坐啦。冯小姐，虽然我无法度看到你，啊，不过听你讲话的口气，我知影你是出生伫一个真好的家庭，亲像你这种有钱人的查某囝。你安尼吼，愿意甲阮做一家人，我实在感觉足光荣的。阿母，你若是支持我甲金晨哦，我一定会做上好的媳妇，一定让你最有面子的。冯小姐，我讲吼要做一家人，是讲我愿意收你做客查某囝，让你做阮家一份子。阿姨，你可能讲唔对起啊啦！我唔是要做你客查某囝，我是要做牛太太。我今嘛唔是咧跟你讲算笑，这是我上大的牛哦。既然安尼，也无啥物好讲啊。我听金城讲，恁娘家即卖经济状况出真大问题，需要一大笔的资金来周转。这条钱我应该替恁出，啊，不过我唯一的条件就是，有存一定要跟金城离婚。你讲这句什么意思啊？我无可能让你做的，我无可能出表给你大嫂。你应该爱怎样？有顺是金城第二的太太，我头一个媳妇，伊袂晓还家，是一个哦开钱敢若伫开水的查某，常常伫忤逆我，无尊重我。阮两个哦从来毋捌哦安尼好好啊哦坐落来食一顿饭。有顺入来阮娘家了，伊
甲娘家吼当作是伊的责任，伊嘛甲我吼当作是伊妈妈同款安尼伫咧照顾。我对伊是真感谢，真疼惜。所以不管你用偌济钱吼，我绝对袂让金霞甲幼顺离婚，我绝对袂有第三个新妇。阿母，你安尼是何苦呢？阿娘家即马都已经维持袂落去啊！你拢已经遮尔老啊，敢讲你搁要为着钱伫遐烦心？啊，搁再讲啦，即马金晨伊也无爱有存啊，两个也无相爱的人，硬要甲因做伙，你安尼真正是足残忍的代志呢！因两个人的感情，敢是互你破坏？讲一句老实的啦，若毋是你有钱，金霞伊敢会佮意你？我甲你讲，你即马用钱哦，去得到金霞的感情，即马佫想要用钱去买断金霞的婚姻，钱毋是万能的呢，感情哦，毋是亲君亲娘用钱买的呢。方嘉怡小姐，我考劝你一句，阮哥今卖当为了钱放某放囝，伊早晚卖反背你，唔是你家己看。伊是毋是反背我，迄是我的代志。啊，不过我爱伊，今卖完全属于我，我无想要阁为着伊婚姻的问题来遐影响。你今卖干的是为着你家己要出一口气尔，甲幼顺出红腮，拜托你好不好？较清醒的。阮哥是啥物款的人？昨下包括你爸即厂，你娶这种查甫人要创啥？你娶心酸的哦。杨金城是啥物款的人？我家己会去证明，无需要你甲我讲。我今日是真正足诚心要来甲恁讲条件的。既然你袂接受，那安尼以后我若是做出啥物代志，请恁唔通见怪。你即马是咧威胁我？我方家怡想要得到的物件，无人会当甲我阻挡。安尼你已经出去啊？亲像你这尔袂见笑的查某，以后不准你搁踏入阮家大门。阿母，请你保重。啊！若这种查某让伊入门，我以后唔都拢无好日子通好过啊！哎，听你讲讲尔，莫生气啦，生气要创啥？你生气拍歹家己身体，敢有价值？莫生气啊！害过我走路。过年前，伊先来拜托讲我予伊表案，才无几工，伊就沦落甲爱偷渡啊！伊是到底做偌济袂见情的代志啊？哼，老狐狸就是老狐狸，真正有够老假。我早就甲讲过，叫伊莫趁这种乌心肝的钱。伊都干那唔听啦，唉，即马后悔哦，嘛袂好啊。是啊，意外，你讲的真正无唔对啊。这钱哦，咱赚咱应该赚的，才对得起家己良心啦。啊，若无，参像海关呢，啥物乌心肝的钱拢赚，无到最后即马走路啊。警察即马已经四处在抓伊啊呢，伊是会当避偌久啦？文哥啊，你甲海哥是死对头，即摆去用通知，你应该是上欢喜啦。以后都唔免阁一见面就拼输赢。意外，其实我真正无想要甲伊计较，只想要好好做生意尔。不过伊这个人八长话，我真正唔知影伊是安怎对我这样样，这样有兴趣。
我嘛感觉足无奈啊！哎，那这点吼，伊真正是无够巧。是啊，伊文，你敢知影？即马外口有滴风声，讲海哥会遮尔大胆，迄拢是因为有你伫挺伊啊！吼，你着唔知，我一听到这话吼。 我就随家己嘛，甲臭头，顺便替你解释，你的身份哪有可能甲迄款人两袂相干？真正是莫名其妙啊！哼哼，我服务处的大门随时拢拍开开啦，不管啥物人来，我拢爱服务啊。就算三教九流、乌白龙都来，我拢爱热心招待嘛。所以啊，难免会引起人误会。 我嘛知影，即马外面伫咧风声讲，我甲海国啊做伙伫咧做魔鬼的生意，摆脱咧，即哪有可能啦？就是讲嘛，伊原你的身份甲地位，真哪有可能啊？文哥啊，也是你较了解我。嗯，伊原，其实我今日来找你哦，是想要麻烦伊原一件代志啦。你代志是安尼？ 那即马海国人在倒拢唔知，不过伊的地盘还是需要有人来还，所以我想要食落来，会当继续替伊完服务。唔知伊完意思未？是刘涛叫你来吼。之前刘涛有介那兄来找我提起海国的代志，我老实甲你讲，我是无介刘涛这个人。<笑>是是是。 我知影，啊，不过这其实是我家己意思啦。文哥啊，恁跟我想的代志太复杂啦，我无想要插，恁莫来问我的意见。啊，是的啦，伊文，可能我拄则讲了无清楚。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原本海国精致的工程，是毋是会当互我接手啊？你想看卖，你工程做了一半。 总是爱有人继续甲做到好嘛。阮公司工程的品质，我相信伊原应该真清楚。所以只要伊原同意，我绝对袂写你的名字。哼哼，你心肝阁未信啊？即马算算讲着重点嘛。<笑>所以才希望伊原会当替我牵绳啊。啊，不过这么一个工程，你一个人敢吞得落来？ 我讲这句实话，人讲的部分，确实是有问题。啊，不过这是一个真尔好的机会，会当替伊完服务。所以我希望，伊完你若是会当答应，愿意徛伫我这边，继续听我，不管安怎困难，我拢会甲伊接落来，想办法解决。继续讲，我有伫咧听。伊完若是愿意给我这个机会。 我即马伫遮甲你保证，我绝对袂亲像海国共款，死去甲你领麻烦，破坏你的名声。还佫有一件佫较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我要予伊完赚佫较济钱，是合情合理合法，赚佫较济应该赚的钱。这李汉文还佫算小媳妇，之前应该予我的嘛真阿傻哩，予伊接手。 至少伊嘛真清楚我的规矩。好啦，文哥啊，看你这有诚意，我就把海国的工程交予你。多谢伊文，我绝对袂予你失望。哈哈，不过你也会记，不管工程有偌大，比方偌济，这主的人共款是我，我讲的才有准绳。那是当然的，请伊文放心。 恭喜你！敢若接手海国手头生意，就予你摊平完啦。佮加上我伊元代，建局甲以后，就是你的天下。讲起来，这拢是你的功劳啊！若毋是你，海国即马嘛袂并存，敢毋是？
对你来讲，我的行动算是成功了。不过，让人走去，算是我最大的遗憾了。因为，不知道当时，我还有机会报仇。伊拢让你逼到走投无路啊！你安尼还阁无满意哦？派个人比起来，就表示讲有细汉，还是多上兄弟搞到三搞。我呢，啥物拢无啊，敢若剩一条命，若是无法度甲伊抓起来，这个仇我就无法度报。你讲了无唔对，这仇你是一定爱报的。啊，不过就参照你所讲的，你即马啥物拢无啊，所以你敢愿意给你家己一个机会，增加一寡本钱，以后会当对付。我即马手头有工程、有标案、有建材，就是欠人手啊。咱过去文文万万就是卖讲啊，你的反应、你的头脑是我欣赏的，所以我是咧想讲哦，既然我欠人，你欠钱，不如安尼啦，你来甲我斗相共，也算是甲你家己斗相共。文哥，你安尼做，感一个感谢。我替你除掉你的冤仇人。你若是要安尼想，麻烦你。我对付海无，完全是为着我家己。免甲我说多谢。你若真正要感谢，要捐一寡钱，予警察局做公关，安尼对你来讲较有帮助。我拄则有讲过啊，你是一个人才，啊对我来讲，我即马拄啊好需要人才。我敢若是一个失败的人，而且在你还有刘涛的面头前，我敢是人才？那也不是。你出手紧，手大雄，眼光准啊！若是较少年的时阵就出来，我相信你即摆应该是一个真重要的人物啊！你甲我讲了上好啊！你甲刘涛在讲合作，若是有我。也伫恁中央，恁电脑歹做代志啦。而且我即马嘛无迄个心情，感谢你好意。你是卖古早咱遐遮尔紧嘛？我是真正需要人才啊。王国明，你若是愿意来甲我斗相共，我绝对袂亏待你。而且我嘛保证，绝对袂让你伫幼兔的面头前受委屈。只要你甲我交代好你的工程。做甲，予大家拢满意，应该予你的，我绝对袂当算。你会答应关明文，就表示你有迄个能力。欠人找人，欠钱找钱，你著甲李宇涛好好讲合作啦。是的，我够用，我先来。刘涛，姐姐，文哥，啊，王国明来找你，是有什么代志啊？啊，因为瓜伊原因答应，要和咱接手海国进前的标案跟工程啊啦。我今日叫王国明来，一方面是感谢伊对付海国啊，啊，另外一方面，我是希望王国明会当来我公司上班啊。文哥啊，王国明这个人这么阴险，这么奸巧呢，你也不是不知影。之前你对伊好啊，是因为伊救你，啊，你今嘛搁爱伊去你公司上班啊？咱即个会当接手海国的地盘。王公明有真大的功劳啊！搁再讲啦，这标案若是标落来，嘛袂用无人通做啊。王公明若是会当来甲咱斗相共，会当减轻咱的负担，是真好嘞。文哥啊，王公明的队友海狗，是用海狗骗伊啊，到处刷破地，
害伊失去单壮病的股权，这甲你甲我无任何关系呢。文哥啊，你若真正要答谢伊哦，给伊一笔钱就用的啊。咱敢需要甲一个干巧少年合作，搁甲伊当作是家己人？你讲的我拢了解，啊，不过我即马就是需要人才嘛。对啦，你先冷静下来，好好想一下啦。若是王公明真正是一个会当利用的人才，咱就莫计较伊的过去，回来后在咱的身躯边甲咱斗相共，对咱是有好处的啊。我是认为哦，咱即马无欠人，欠到迄个程度啦。相公。关于完那边的标案，咱已经在准备 A 资格标的代志啊。阿丽嘞，各联营工程的部分要收尾，家里的手头毛皮太工正在处理。啊，若是讲到丽莎，我是认为伊即卖经验，啊，无都应付迄大型的工程啊。这我知影，啊，不过你若是用的，关于完这大型标案，也是由你来主导。安尼哦，才会当确定无任何死角差啦。而且哦，等我联营工程完工，我就当随家己新的标案，甲不过你做伙拍拼。王公明哦，我看暂时用袂着啦。不过，你意思安怎？看起来有妥，还是我多接受王公明。非得王公明还袂定头，我想这个代志，还是以后讲好啊。好啦，尤托啊，飞碟还够时间，你的建议我会好好考虑的。你总算出现啦，我搁廖总讲你无要来啊。我了解你的个性啊，就算讲我无来，你嘛赶快去找我。知就好，先这样。啊，你想我较好无？已经无要紧啦。啊，我甲你讲的代志，你考虑了安怎？什么时阵打算回来陪伊上班啊？我袂回来上班啦。是安怎？我另外一边有工作机会，我打算去那边做。所以今仔日来，我是来结束你的。姐啊，多谢你愿意原谅我，不过这届要让你失望啊。啊，是甚么款的工作机会啊？工款是做工程的。做工程的，啊，迄需要足侪钱的呢。啊，你倒位来遐尼侪钱啊？我是无啦，不过这届我是负责执行的，唔免出钱。啊，是要做倒位的工程？迄个公司我敢有熟悉？是甲倒一位单位伫做呀？是啊，我毋是囡仔啦，替啥物人做啥物代志，我家己判断，你免烦恼。也毋过，即阵仔你做的代志，拢害我足烦恼的。我无希望你去的所在，表面上讲是咧做工程，啊，毋过私底下做一寡有诶无诶代志。你想想做啊啦。你莫掠准讲我唔捌哦，虽然讲我唔是做迄道的，也毋过我知影，一个工程若是要趁钱哦，乌道白道拢爱牵涉着。我真正无希望你去牵连遐是非。人活的本来都有真侪是非的，无论伫倒位，拢是共款的。也毋过你若当个当总较便宜，都我会当照顾你啊。既然你即马啥物代志，拢是为着病医在设想，害佫走啊！啊，药品的代志嘛解决啊，你着等下病医佮我做伙拍拼嘛，好不好？是啊，真正唔免。啊，不过你妈，阿姨进前所做的代志，这拢是同人知呢。啊，假使讲伊若真正等下病医上班，怕人用甚物眼光看伊啊？啊，佫再讲啦。伊之前是做病院董事长，啊！你即马叫伊转来做一个主管，啊！佫爱互别人安尼叽叽嘟嘟，
伊心内嘛不好过啊。姐，丽芬讲的真有道理啊。话是安尼讲无唔对啊，啊，不过你着莫去管人讲什么闲啊话嘛。妈，啊你看袂记啊？即马病院拢是陈家辉咧做主的，啊，因两个进前隔完隔到遮尔深，陈家辉要哪有可能让伊倒来病院上班？就算讲陈家辉真正让伊倒来病院上班啊，啊，伊嘛一定会想办法来糟蹋伊的呀。我相信只要咱有心，就一定会有办法会当对付陈家辉的。丽芬啊，你还是唔肯相信你阿姑心？姐，别再说话了。我自己做的事情，我自己会担。病院给我不管这样，我真的没那个面子又回来了。你别这么固执好不好？姐，别再苦劝我了。我在外面有头路，也会晓照顾自己。你若烦恼我，就真心祝福我。好了好了，我就尊重你的意思啦。多谢姐。好啦，你唔免送，只要我清醒，我家己出去就好啊。好啦，爱记的，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。啊，有闲哦，就常常过来陪我开讲。啊，若真正伫外面过得无好，慢慢甲姐也客气，爱记甲我讲。咱家己的病院，凊彩做啥物拢用的呀。好，我知影，我先来。嗯。哎，今摆是安怎？把我这当处长兼秘书当作是空气是？沈新娘，你俩准你今摆阁是当处长是？家己私底下悄悄的，就当决定互相来上班啊。啊，你遮尔紧张是要创啥？你今摆无病院的股权，就算讲伊真正倒来病院上班。咁咪影响着你？当然会啊，影响着我上班的情绪啊！啊，你叫公明去对付海哥的时阵，你哪无安尼讲啊？我搁还袂找你算账的，你想要叫公明去做遐尼危险的代志，你敢要有人性啊？要讲着无人性，我是变作跟公明比啊，这个笨手，伊所做的歹代志，无比我搁较少。我是甲伊斗三交，好有机会当宵夜照。你若真正无做？是安怎叫公明去找海哥？这是海哥跟王公明家己的私人恩怨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陈新娘，你莫因为即摆无当处长，听我做啊！规工食饱休闲，收拾个有诶无咧陷害我。啊，我知影，你一定是参像夏清秋同款，头壳歹去啊，开始有妄想症。敢爱我，马上你去疗养院啊！你到点去？你莫掠准，你要我较坐会，就得拍我。你还要想看，莫你做偌侪歹代志啊！准奶奶是知影，一定真后悔，交代阮来好好照顾你。恁照顾我，笑死人啊！恁一个狗啊，针对我找我麻烦。你真正就袂见笑的，你若是莫胡白乱来，啥物找你的麻烦啊？难得你是我正牌啊！陈阿辉，你妈傻逼，我见过你，对阮姐较礼貌。我无回来病院，不是我唔敢，是我无想要回来。我若真正要回来，你是会对我安怎？我是董事长兼议长，我本来就有权利反对。你会记得你是董事长就好了。你爱知影，我即马对海国所做的代志，都是无希望病院受到影响。麦丽阿尊，阮无离婚。你莫袂记哩，我敢若剩这条命，啥物都唔惊嘞。你若抓着我，我会爱你，甲我玉石俱焚。注意你对阮姐啊，还佫离婚的态度，还佫上好用心经营病院，若无，我会常常转来找你。替你爸妈，教是你这个物件。
姐，离婚，我来。你竟然敢安尼威胁我，我绝对袂予你好过。啊！你找我来是要讲咱的代志。你廖春公，我找你出来，是要跟你讲离婚的代志。敢不是？我绝对袂跟你离婚。无你叫我出来，是有甚代志啊？你今麦这是甚么态度啊？敢讲你对我一点仔感情拢无啊？我今麦干呐，是要。处理咱婚姻的问题啦，啊，感情的代志啊，我无想要讲。你一句无想要讲，你就唔免负责。即摆大家为着你的代志闹甲气气不宁，你就一直闭起来，免出面就是啊。你阁好意思讲？恁家的人，你的朋友，有关系无关系的人，拢来找我甲你介意，有去甲动手的，讲歹听话，敢讲这人，唔是你叫因来的？江新成，你今日无反背我，我的亲人，我的朋友，敢会去找你？敢会假死你？咱的代志是咱两个人的代志，甲因有甚物关系啊？我也无伤害因啊！你伤害我，就是伤害你。就参照你，你已经伤害几个娘家，伤害你妈妈，伤害建安。啊！你找我来是要跟我冤家，唔是要解决问题？我无是要解决问题。所以你解决的方式，就是我前面离婚。所以你才会叫嘉怡来找我，要用钱来拆掉咱的婚姻。安怎？咱唔敢承认啊？你就是爱嘉怡用钱来拆掉咱的家庭，对不？有损。我即摆需要一个人来补掉我的事业，这个人会用解决我所有钱的问题。我无想要再过迄种三不五时就爱甲人当头借钱的日子。我有我家己做主，莫再看别人的面色啊！所以你早就决定好，你早就打算要放弃我，甲蔡姨做伙。那你正经是安怎？莫伫大家面头前讲，你会解决甲嘉怡的关系？我无讲要放弃，啊，不过我嘛袂放弃嘉怡。我无想要再过迄种好钱溜咧走的日子。好钱溜咧走的日子。是我让你去安全的所在避起来，你老来这一步，是我替你打起来。在我上痛苦、上不足的时阵，我从来没想过要放弃我对你的感情。你老来当他，你。从来唔捌打过，你即摆佫甲我讲，你无想要过迄种好钱了咧走的日子。我来到即摆才知影，原来你是一个无情无义、无想要负责任的查甫人。实在你咧讲啊，我是一句话，
我袂放弃这个。你炖的这个鸡汤吼，唔但是好啉，而且阁有效呢。我感觉我的工作吼好了足紧的，甚至我感觉最近的身体嘛比较早较好啊。那呢，你就加啉吧。对啦，公告，迄个大型的表演，这两天就要进行资格审查。啊，你即马身体已经好真多啊，你是拍算家己做，还是交予尤涛？尤涛一边，啊，够连营工程爱收尾啊！啊，你手头啊，够其他工程在处理的，啊，那是我想要加休困一阵啊。那呢，咱就无人会当处理这件代志。我是有想到一个人啊，王光明。你要找王光明跟你斗相共？是啊。其实讲起来，伊是一个人才。若是肯好花对了了我的身躯边，加斗相共，对咱是有好无歹，敢毋是？你讲的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尤托甲丽莎，敢会同意甲王光明合作？草头的人是我，伊嘛是爱听我的。尤托那边，我会好好甲伊参详一下。啊，若是王光明那边，就需要你走一撮啊。好。别挂，你哪来？我是替文哥来给你洗东西。多谢。海哥走路啊，即卖夜地盘甲表诶，拢是文哥诶。文哥，确实有手段，嘛真够，恭喜你，总算找到一个有能力要对你好查甫啦，会好好过日子。我有代志想要甲你讲，我请你去啉咖啡。多谢。谢谢。我是替文哥来说服你的，这你应该有会着。文哥真希望你会当甲伊斗相共，啊，不过你好亲像无啥愿意。安怎？敢讲王光明即马竟然无想要趁钱啊？嗯？趁钱，即马对我来讲，敢有啥物意义？看你即马呢，就予我想到过去我走投无路迄段日子。迄个时阵，我感觉我的未来已经无任何意义，只是一天过一天，毋知影家己是安怎要活去。当初你会安尼，拢是我害的。想袂到，风水轮流转。今麦轮到我落去啊！今麦，无论你是要怨恨我，还是要天笑我，我拢无要紧，因为这拢是我家己做得来的。我袂怨恨你，也袂天笑你。我讲遐话只是想要让你知影，我了解你的感受。咱两人之间的恩怨完，早就已经过去啊。我即马是代替文哥来甲你讲生理，
你若是愿意合作，我也真欢喜，因为阮公司会加一个人才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无愿意，我当然嘛是袂勉强你。文哥的好意我收到了，不过江莹和我搁考虑一下，若是我决定啊，我会主动找你。好，那呢，我就等你的消息。老大，我知啊，你爱啉咖啡，今个明天的巴西西拉朵咖啡哦，特别好啉，你来试看卖。好啊，那呢，我就来啉看卖。好，行。丽华跟王光明，那又伫遮啉咖啡啊？因到底在讲什么代志啊？你是安怎？老大，是你啦。我看到阮公司的竞争对手嘛是遮啉咖啡，遮旁边讲话，那是我所在好啊。林刚哦，我再请你来遮啉咖啡啊。无问题。还是来家跟您交交啊！哎呦，那对阿姑这样客气，别种啊！阿姑我拢把您当作是家己的囡仔同款。啊，有什么代志哦，咱我都替伊处理、替伊解决，我嘛感觉真安慰啊。对啊，阿金嘛同款。还是讲，你妈妈今仔日不带恁来哦？今日烦恼，所以无找伊过来。阿大姐，太谢啦！我拄则哦，要去有公代志，等我掉啊。啊，恁阿兄甲幼顺嘛拄只较厚尔。嘿，也是讲，啊，恁今仔日三个拢伫咧遮是，是迄个牛金声，佮有啥物代志啊？是无哈？我讲阿兄去找过金声，幼顺嘛去找过伊，啊，不过伊态度拢共款，你甲外口迄查某做伙呢？哦，你小够可恶呢！伊即摆是安怎当作幼顺后头厝无人啊？我要乌人徛啦哈！因即摆拄着关老爷，我都唔相信，我无法度治，我即摆来去伸只嘴要看伊的清醒也无。慢慢来，慢些，冲动啦！啊，这三个囡仔来咱家找咱陈文这件代志，一定有咧想法，无你嘛听看卖，因是安怎想的？好了好了，有事吗？啊，起码迄个牛金平吼，决定要跟迄个查某做伙的，你个丢先怕死哈？金城也是坚持要甲嘉怡做伙，但不过并无讲要甲我离婚。伊即摆意思啥啦？即摆要双脚踏双船？哎呦，你个巧的啦，莫会骗甲你戆戆西。对啦，有顺啊，你若金讲咱无唔对呢。虽然这婚姻哦，这件代志是劝和无劝离啦。啊，不过你嘛着爱替你家己的未来，我想看卖啊咧。我有想好清楚啊。虽然金城今麦不讲要离婚，但不过伊以后若提起，我是无可能会答应。有顺啊，你莫讲啊啦！金城这负心汉哦，无值得你酒弟的身躯边呢。我唔是硬要酒弟的身躯边，是我无想要和伊逍遥快活。有顺啊，你若是用你的婚姻去保护金城，你绝对袂快乐，知影无？我知影，但不过我考虑真久啊。我自从嫁予金城了后，我是全心全意为伊付出，从来毋捌想过我家己。即届，我想要为我家己做出一片。好啦好啦，阿平听你安尼讲，有较放心啦。你即摆有替你家己在想，安尼真好。吼，啊看你吼要安怎做，我甲恁阿舅吼绝对会听你，哈。对啦，玉顺，看你有啥物想法哦，你决定要安怎做，你甲阿舅讲，阿舅绝对听你到家，吼。我做这个决定，是惊看到阮大家外公会出错，所以爱麻烦阿姑阿姨替我出面。你唔免隔迄个面相好看啦，啊，若唔是为着有顺哦，我嘛无想要看到你。金城。代志不到这个地步啊，我这做阿舅的无出面嘛袂用。
今仔请你来请啊，就是要当你妈妈的面头前，把这件代志讲个清楚。希望你较孝顺哦，当然好来好去。亲家姑啊，啊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姊嘛，真歹势，你先莫激动哦，我甲代志讲个清楚。阮李家这边哦，已经几落摆拜托金霞，看是毋当挽回伊较孝顺的婚姻。阮好歹话都拢讲啊，啊，不过恁金霞坚持啦，坚持讲要甲伊查某做伙。所以啊，阮吼嘛无可能阁予阮孝顺安尼继续受着委屈。你放心啦，只要我伫个吼，绝对袂去予孝顺受着委屈。金霞，你甲我听好清楚，我绝对不允准哦，你甲孝顺离婚。妈，你甲我点去？是嘛？啊，人伫咧讲啦，拄着风台吼，了一冬；啊，若嫁着歹翁哦，是一世空呢。哎呀，讲起来啦，阮孝顺吼叫恁金霞，算讲哦，伊较衰啦。啊！我搁安怎讲？阮幼顺吼为着恁金霞，甲恁娘家受足侪苦呢，所以阮无可能继续吼，搁阮幼顺牺牲伊一世人的幸福。这我知影啦，就是因为我这个大家含慢嫁囝，对不起幼顺。无啦无啦，亲，你莫安尼自责啦。哎，我想吼，你应该冇感觉到，恁金霞吼足坚持的呢。就算讲哦，你想尽办法要阻止伊甲迄个查某做伙哦，我看哦，嘛无法度甲动啦。所以阮伫咧想讲吼，莫阁予你为难啦。啊，金霞，我想讲吼，予你最后一届机会，希望你用个当你妈妈面头前老实甲阮讲。啊，阮幼孙的代志，你是拍算要安怎做哈？歹势，我无可能放弃嘉义。金霞，你也看，甲咱想的同款。哎，好啦，金霞，啊，既然你要做这个决定啊，吼，安尼我嘛要甲幼顺的决定哦，甲你讲个清楚。阮幼顺坚持无要离婚。幼顺真正安尼讲哦，是嘛？啊，不过真歹势哦，我妈甲代志讲个清楚。幼顺虽然坚持无要离婚，啊，不过伊坚持，伊那生来伊要甲你饲，而且哦，该赶快生你。什么啊？金霞，不用的，你紧去甲幼顺现实的，你甲讲吼，你会甲迄个查某分开哈？啊，我做袂到。你，敢讲你真正连亲生骨肉你也无要滴哦？妈，幼顺用这种手段来威胁我，我无法度接受。伊若是坚持要安那做，我袂要紧啊。你这嘛讲这什么话啊？你这个不好处啊！啊，你哪安尼做？你敢对你去娘家做事？敢对你去你爸爸？好阿妈，我做二房的囝，做要规百世人啊！我比什么人更加打拼。我为娘家做牛做马，我对得起娘家，对得起爸爸。不过我这嘛开始。我爱有我家己好好活落去。你是不是在讲啥？讲到这边啦，是吗？到这边啦，卖了卖了，是吗？卖了卖了，来来，坐啦坐啦，哎呦，卖激动卖激动，阿你拍拍家己的身体啦，卖啦卖生气啦吼。这个囡仔怎么变个安尼啦？是吗？真歹势，我看你安尼哦，我嘛感觉替你啊真艰苦。啊，不过。我嘛就要拜托你，幼顺的决定，希望你会当尊重伊。
家门不幸，我哪会去生出这种不好仔？讲要考虑一下。啊，你敢有甲我的想法清清楚楚讲给伊知影？当然嘛有，我阁送礼给伊，甲伊说多谢来表达咱的诚意。啊，不过伊看起来就是无啥兴趣。敢讲无其他的办法，会当改变伊的心意啊？不过，既然安尼，就莫勉强伊。我看海国那边的庙，你着较辛苦的，咱家己做。嗯，为你王公明，嘛无甲话讲死，你表示阁有机会，我阁想想好啊。我来困。刘涛。刘涛，你来。嗯，啊，时间拢已经这么晚，你无打电话来，直接专工过来找我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还是重要代志啊？海生啊，叫了啊，啊，不过有一挂代志哦，我了嘛好清楚，啊，若无我先来就两个月。什么代志？你讲。龙哥，咱是合作 partner， 但是要合作久长哦，不管是什么代志，一定爱。我想弄清清楚，敢不是啊？刘涛啊，我当初会决定要跟你合作，那是因为我欣赏你的个性，有啥物代志伫话伫讲，袂当阮世界。所以到底是啥物代志？你问。今日哦，我甲客户去隔壁店讲代志，拄好看到王光明甲丽华也伫遐，我敢若听到。你咧讲工程的代志啊，所以我才来这，想要了解到底是什么状况啊。我会去找王公明，是因为我想要说服伊，希望伊会当替文哥来做代志。文哥，想袂到你也袂放弃啊。玉涛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啊，我准备要接手海国的标案。不过我这边又欠卡手啊，所以我是烦恼。那真正要接到标案，我嘛无一定有迄材料会当接落来。这我知影，啊，不过我就是不了解，为什么一定要跟伊合作才行的啊？王光明对过这海国一段时间啊，我相信伊比咱任何一个人搁较清楚海国身躯边有啥物人。这标案。虽然我甲郭议员已经拍过招呼，伊嘛已经同意啊。啊，不过较早遐一挂甲海国关系咧合作的人，一定会找机会甲咱刁难的。是啦，这标案利润这么高，来抢人自然就袂少啦。是啊，标案若是顺利会当接不来，应该给郭议员的好处是绝对袂当减的。啊，除了伊以外，咱还阁有真侪人需要安搭好势啊。那呢，咱们家这个标案更要够利顺。这代志若是当超好势，这利顺是一定有的。那恁文哥，你有啥物想法啊？尤特啊，讲到工程，有少侪物件嘞，有一挂部分上乌上复杂。你无迄个能力会当应付，我嘛无可能交代予你去处理。我会收到王光明，就是因为我知影，伊真清楚海国能力，会当叫伊去抢。尤涛，其实本国安尼做，嘛是考虑到你甲丽莎，因为予王光明出名，会当替咱省掉真侪无必要的。是啦，尤涛啊，你真正无需要烦恼。若是叫王光明来跟咱斗相共，会去影响到咱正常合作的关系。
讲到底哦。王国明对我来讲，只是我其中的一个员工尔嘛。是啦，王哥，我嘛知影你的顾虑啦。啊，不过我心肝内哦，还是感觉怪怪。王国明这個人哦，这么干巧，佮咱哦，真是过节呢。你的顾虑我会当理解，啊，不过对我来讲，也拢是过去的代志啊。人拢过去，敢毋是？我会想到王公明，真正是因为伊头壳足成功诶，若是互伊机会，伊应该是一个人才。啊，毋过人生地台呢，你若有法度保证，王公明袂反背你啊？我若是无迄把握，我就袂去找伊啊。你真正真有自信啊？我伫外口走跳，看过真侪参照王公明诶即款人。王公明这次创海国军的代志，我相信外援一定真清楚。今麦王公明已经是一个一无所有、干那剩一条命的人，就需要一个人会当挖苦的。我若是会当让伊感觉讲我提出诚意，知影我是一个会当挖苦的人，伊是一个巧巧人呢，应该真清楚。只要对伊在我的身躯边好好做代志，卖阁为非善作。我绝对是一个能保庇伊平平安安、上安全的方法。其实找王公明合作是生意的局面，即马就等王公明答应。快紧啊，为你还够有时间，我愿意等。尤德啊，我希望你会当相信我的判断能力，让王公明来跟咱斗三工，负责这个标案。这，咱拢已经合作这么久的时间啊，敢讲你也是怀疑我的判断能力？好啦，既然哦，你能决定啊，我嘛无什么好讲啊。放心啦，你只要相信我就好啊。对啦，尤涛，你三那边可能要麻烦你去甲伊讲一下。我是感觉，只要伊的个性，伊一定会真欢喜。好啊，我伊是丽莎，想办法说服伊。欢迎光临老张先生咖啡。啊，这边。丽莎。是啊，这是来敬咱咖啡厅哦，伊伫遐点了招牌咖啡啦。哦，来啉这好不好？好啊，啊我试看卖。嗯，你好。麻烦你两杯巴西西拉朵咖啡。好的。嗯，谢谢。哎，坐下。李乌托先生，你真罕伫酒来啉咖啡呢，是有什么代志啊？哦，敢有这么明显啊？我凊彩讲讲的，煞去我约到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啊？丽莎，其实丽华佮文哥想要甲海哥扭出来迄个大型标案，和王公明去负责竞标啦。啥物？遮尔重要的代志，要交予王公明去做，这我无赞成啊。丽莎，你是莫生气啦。我本来袂生气。这款代志，文国甲丽华应该先来找人参详，先从因家己就做决定。安尼算是什么合伙人呢？尤托，你着想好讲话啊，所以唔才对你一点仔拢无伫咧尊重。伊认真尊重我，所以真认真哦，甲我解释啊。好啊，啊无我着听看卖，看因到底想要甲你讲的。文国讲哦，这个标案要做甲面面俱到，才有利润会当谈啊。敌暗我明，文国认为台面的代志吼，伊当负责处理。啊，若台面上哦，王公明是上适合人选啦，因为伊伫海国身躯边做过代志，对海国迄边的人比咱更加了解。所以文国在做这个决定啊。就算讲文国安尼讲，我是无赞成。你想看卖，王公明款人一点仔信用都无呢。
做代志反起反倒，只要要到阮国斗三工，只要要替海国做代志，参像这款人吼是跨级办事的墙头草，这款人要哪会当相信的？这点嘛，我冇想过，我嘛甲文国提醒过啊。啊，不过文国讲哦，这拢过去啊，而且我国民今嘛嘛需要人保护，伊应该袂讲到吼去反背文国啦。敢真正安尼？王公明款少年，敢真正袂反背？我感觉哦，恁甲文国拢想甲想过简单啊啦。之前王公明无害过伫咧天意的时阵，伊拢敢私底下去叫人攻击文国，害伊差点仔失去性命咧。这件代志，敢讲你拢放袂记咧？都平安咧。你是安怎会当确定讲文国就是王公明唯一会当做伊靠山的人嘞？这点哦，文国真有自信啦。伊认为哦，文国都是伤过有自信啊，所以毋才常常伫咧替家己惹麻烦。丽莎，舅父，我是认为你应该甲文国建议，叫伊甲海国迄边的人脉全部拢甲接收落来。虽然讲安尼会互表安赚较少钱。啊，不过至少是甲王公明伫咧合作，嘛较有安全，嘛较有保障。你好，你们的巴西西拉朵咖啡。多谢你。不会。请慢用哦，谢谢。多谢。Lisa， 咱即摆甲文哥坐共一只船啦，既然要合作，就要互相尊重啊。所以我会尊重文哥决定。我袂去找伊吼，讲任何意见啊。舅父，你常常久久讲，大家互相尊重。按讲文国因伫咧做这决定的时阵，伊敢有甲咱尊重着？有啊，伊就是足尊重我，所以哦，才甲我解释这么清楚。李华嘛真尊重你呢，伊顾虑你的想法，伊惊你有意见，所以哦，伊拜托我跟你好好讲啊。丽莎，其实我嘛无啥信任王光明啦。啊，不过我认同文国的想法，只要文国会当压得住王光明，伊派伊哦去负责竞标，按理来讲，对咱会当省足侪麻烦的呢。文国甲王光明这件代志，敢有讲定？也袂啦，王光明要点头，啊，不过我相信哦。伊早晚会答应的。安尼真好，这就表示讲这件代志还未讲定，都还阁有机会通好改变。舅头，话题不管哪讲，我一定想办法，我有王光明的家人。丽莎。哦，我会较紧带金晨甲伊妈妈回去办婚礼，我知影大家拢咧催。我知啊，但是台湾这边的工作都无法度处理完啊。你替我甲爸爸讲一声吼，讲叫伊莫生气啦。啊，我机票若订好时间哦，我就随甲恁讲吼。I love you， 拜拜。你总算回来啊！啊，现在是怎样？林高答应你跟姚春分开啊？啊，因到底是要安怎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林讲的条件我拢接受，连囡仔要对因生你，我嘛无意见。啊，不过阮妈妈就是不准我离婚，伊若生气就摕拐仔甲我讲。走回来。哇！啊，你若是要离婚，咱是要哪结婚啊？你敢知影？拄则我妈妈已经打电话来催啊，伊就问讲咱伫咧台湾到底是伫咧创啥？我靠，咱搁安尼拖落去哦，真正唔免结婚啊！我就讲过啊嘛，咱就直接转去美国，莫插伊。你就是唔听我的，
袂紧的，你若是一天哦无甲姚纯离婚，我就袂用名正言顺做梁太太啊。我想要这么委屈我自己。那你就等啊。我已经袂用等啊啦。美国那边的婚礼哦，拢已经安排好势啊，啊，干那才甲人宣布日子。而且，我爸爸伊嘛讲啊，伊已经安排好啊。若是咱结婚哦，就你接管伊的事业，伊就应该退休啊。唉，啊，总袂用伫咧这个时阵，我甲我爸讲，你是别人的翁婿，我爱等你离婚，咱两个才应该结婚。啊，你若是知影哦，伊一定叫咱随分手。爸真正决定要甲事业搞好啊！是啊，阮爸哦，伊即摆对你足器重的，尤其即个你甲 Michael 迄合约签到真成功，啊，伊对你哦更加信任。但是伊即摆知影你是别人的翁婿哦，我看伊对你一定会足失望的。啊，那既然安尼哦，我得上短时间来解决我婚姻的代志。你要哪解决？安怎紧就安怎解决啦。恁爸对我有温情，我袂用予伊失望。假使恁爸若予我接管伊的事业，我有把握，一定会用做了搁较好。你若是有这心哦，你就赶紧去做。啊，若无伫个，遮每只拢安尼反对，甲我阻挡。我拢即要放弃啊！袂用袂用，咱绝对袂用放弃。只要我离婚，咱两个人就会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啊！嗯，你较紧的，我真正忝啊！我知我知，就差一步，我就会用个接管引导的事业，不管用什么方法。我一定要跟姚顺离婚。但是你每下来不是跟我口水，就是讲歹听话，我是要哪尊重啊？我改掉，我改掉。吴小姐，我知影吼，你是无辜的，是迄个金城甲你欺骗。你嘛知影金城伫台湾欠真济债务，啊，才会走路走去美国，啊，拄着你，对无？啊，你看起来就知影家庭背景真好个人。气质好，生得阁水，我相信你找哦，嘛已经读了真悬啦。啊，你甲想看卖啊，以你这么好的条件，要找一个对象，阁有遐尼困难，哦？我真正无啥关系，你安尼甲我学咯，有啥物话请你直讲，好不？我毋是讲哦，甲你学咯啦。我即马是看你的处境哦，感觉真疼惜你。我相信你爸爸妈妈嘛，一定捌甲你讲过，甘愿嫁予打仓卖菜，嘛无愿你甲人公家翁婿啊，是毋是安尼啊？对啦，我奶奶甲你讲吼，迄拢是为着你好呢。啊，你看，你看起来就是安大门大户的千金小姐对无？啊，我幼孙吼是庄下囡仔大，你是安怎要甲伊抢翁婿？你是咧讲啥？
十八家贤惠，什么意思？真讲你呐？我你讲哪有唔对？啊，咱永顺哦，家世背景本来就不如这个彭小姐，对不？啊，无钱无势，啊，佮有啊，厝嘛无，读比人佫较悬，吼，社会经验嘛无比人佫较济。所以，牛金城吼，唔在西街挖大兵，我去彭小姐一边啊。永顺靠钱，你讲我像你差哟啦。阿金，多谢你教我咯。啊，你来讲以后，我才知影我像你优秀。嘛是因为你解释了，我才知影讲金城以前那会算伫我，无算伫永春，因为永春伊真正跟我袂比的。彭小姐，就算讲英顺跟你袂比的，啊，你个想，那金城也是因为你，啊，把阮英顺来放上。啊，林刚呢？伊若拄一个条件哦，比你搁较好的查某囡仔，是毋是赶快给你放上啦？你想看？这做你放心。你要拄到条件比我更较好诶，迄是无可能。微博霸气啊，人无钱就好，唔通伤过自信。唔是我伤过自信，迄是有存伊真正无法度甲金城斗相共啊！啊，伊搭袂过我，都带恁遮个亲戚朋友来甲我轮流甲我口说，讲歹听话。哎，你想起来恁真正真好笑诶呢？什么？好笑？啊，是倒位咧好笑啊？你敢知影？人若无照体力哦，天都无照价值啦。你若再继续安尼落去哦，有一天哦，你有报应啦。